是我喜欢。Good morning， 今天我要来这里吃个海鲜，然后去附近梳一下头发，好久没有做头发了，我一起进去吧。这家叫 Joe's Crab。 这里其实是在一个游艇俱乐部的隔壁，所以外面都是游艇。Any appetizers get you guys started on? Yeah, I mean, we have Joe's classic salmon. You sure?See how she has darker hair、mm-hmm. and there's some of that brown in there、mm-hmm. in the blonde. You see, like, this one is more dimension. You know, like a softer. It's light, as light as yours,、mm-hmm. but it has a little more tone,、mm-hmm. like、yeah. a pearl. Yeah. No, just black coffee as well.现在已经全头画完结束了，因为这样梳会让头发更加的有渐变感，就是整头都是一个颜色，然后也不用全部的头发都漂，等新的头发长出来之后也会更自然的有一种渐变的效果，所以它只是挑取其中的一些颜色做渐变。嗨，今天做了一下午的头发，终于做好了。我回来的时候天都黑了，刚刚吃了点东西，现在就是有一点点卷，是他帮我卷的，但是这只是一次性的卷，就是这样子的，有一些比较渐变的颜色，就是 balayage。然后前面有比较浅一点点，可能洗一下颜色还会褪一些吧，
就会比较不一样一点。前两天刚到的一个 outdoor dining table、然后是比较偏白色的，正好跟我们之前买的那些椅子也很配。现在我先放了两把在这里，因为这边其实不太会被雨淋到，就是上面还是有屋檐的，先放两把，如果需要更多的话还可以再拿出来。这个餐桌是 Target 买的，正好有一点 discount， 然后它是铁的，其实应该是铁的吧。如果这里不太会被雨水泡到的话，应该可以维持的久一点。然后前几天还到了两把椅子，是 CB2 的椅子，那个椅子还挺好看的，可以当餐椅，也可以放在客厅用，下带大家去看一下。看，就是这两把可可爱爱的椅子，现在暂时先放在这里吧。然后我现在打算把门口这边玄关这边收拾一下，因为我还没有找到一个我喜欢的玄关柜，所以这边还是空着。但是上次不是买了那个花盆嘛，就是放在玄关的一边的，另外一边我想买个玄关柜。现在鞋子还比较散在那里。对了，今天我们家里等下又会有客了，就是一些亲人。现在跟我一起来收拾一下玄关吧。是 Abby 教我玩游戏的时间，是不是？这个游戏会不会太难玩？我不会玩啊。我教你玩啊。就是一直跑，一直跑吗 ？Very very fast.、See that? No head. Just no head. Very very 快。什么东西 ？Very very 快。好快呀！你跑这么快 ？Yes， 我跑好快呀。你为什么跑这么快？Because 我 very very 快。Because 你 very very 快。好快呀。Come on, do it. 那你跑这么快会不会赢呀、我会赢啊。你会赢。Oh, this guy lose. Oh, this guy win. Which one is you? This. The purple one? Yeah, the purple one is me. Did you win? Yeah, I just win.我来 try 一下吧。我 try 一下吧。你 try 一下什么？这一关吗 ？Marshmallow。More like this marshmallow, but still like it, but half pink and white, but all the white. Tongue. This boy. This boy so funny. This boy is so funny. 你弟弟几岁了？10 years old. 10, 那你呢？我是快五岁了。你是快五岁了？ Yes, 快五岁了。那你现在还是四岁？ Yes, 我还是那你比较喜欢回学校上课，还是比较喜欢在家里上课？我喜欢在家里上课。你喜欢在家里上课？为什么？但是我喜欢。哎，你的指甲是什么颜色的？ Pink。 我看一下，你为什么做 pink？ 你最喜欢的是什么颜色？我最喜欢 pink color。 你最喜欢 pink color？ Yes。 那你有很多 pink 的裙子吗？Yes， 我有 pink 裙子还有 blue 裙子。你说这里是不是一个 hotel？ 是，
这里是 hotel. 这里是 hotel. 这里为什么是 hotel? Because 就是 hotel. Because 就是 hotel. 你今天晚上自己睡还是跟爸爸妈妈睡还是跟米娅睡啊？啊，我米娅想要跟我一起睡。不是你想要跟米娅一起睡？我想要。米娅想跟我一起睡。哦，那你想跟米娅一起睡吗？米娅现在爱我。米娅现在爱你。她什么时候不爱你啊？嗯，她小时候，嗯，我不知道。她会不会欺负你啊？啊，她不会呀，她不会欺负我。你比较喜欢纽约还是比较喜欢这里？你喜欢这里？为什么呀？可是我喜欢。Because 你喜欢。我就喜欢玩这游戏。为什么呀？你看是我喜欢。为什么你最喜欢 Pink 呀？那是我喜欢。醒了吗 ？Yes， 啊，米娅跟我一起睡。米娅跟你一起睡。Yes， 就爱我了。米娅爱你了。Yes。哦，他昨天有没有拿水枪滋你？他睡好快呀。嗯，但是他是爱你的。Yes。你有没有跟他吵架呀？没有啊。没有。他就爱我了。他就爱你了。Yes。早餐时间，最近龙眼大丰收，这边好多龙眼都成熟了，超级大颗，都是这么大颗的，果肉超级丰满。以前我小时候老家那边就是可多龙眼，拔起来一颗看看，超厚的。超级甜，我家以前那边门口就有一棵大龙眼树，但是有一次刮台风把整棵龙眼树都拔起来了，然后那棵树就死了。每一颗都是又甜又大，都是这边当地种的。后院不是那棵大芒果树嘛，然后最近都成熟了，我们就一直在吃那棵芒果树。对了，还有一个东西，这个是释迦，是上次来我家那个。我弟弟的朋友他们家的 农场种的，这颗已经很熟了，就是软了，打开看看，这个外面还卖挺贵的。它的核就是小小的，这颗很好，果肉很丰满，水果。
过 update， 然后冰箱里面还有好多杨桃，就是我爸后院的杨桃也成熟了，但是一直都吃不完。杨桃就是没有那么甜，但是超级 juicy， 就是里面都是水，这个很甜。最近荔枝已经吃了不想吃了，就对，在吃芒果荔枝，然后现在是龙眼释迦杨桃。新的水果，火龙果。这个很红啊。今天我在家里早上在吃龙眼，还有那个释迦吃了一个，很甜。很甜对吧？那个很好，大的那个很好。是。这吃的跟西瓜一样。吃了嘴巴好像吐口风。吃呗。嗯。刚刚好清肠，是不是？吃光光。我最近水果吃太多了，都是糖，就吃两块。就说的最甜的，我感觉都是那种黄心的，黄色皮，是不是？黄色的。我感觉跟这个差不多。跟皮没关系，它甜了它就是甜。我感觉差不了多少，是吗？但是他上次吃黄色的吃辣了，太难了。这个是太难了，一次我就大家混一下，因为我们早上吃龙眼很热，哎，很上火，要配合一下。你在那给他摸去面筋哦，最近都不喜欢喝牛肉汤了。是啊，牛肉汤很甜，不要。天气太热了，嘴巴。太热了，那自己多吃一点火龙果。最近不要煮牛肉汤了。这个放进去一点点又不是很多，然后卡拉一点，卡拉它比较清新。卡拉没有，卡拉要去卡斯。要加这个，加乱混不太好，不要乱混太多东西。是，要清淡一点。对啊，你要跟你打 juice 一样，放太多水果了。刚刚吃完饭回家，收到了一个包裹，开箱，这是什么东西呢？啊，提不起来。噔噔，噔噔噔噔噔，是你买的？你买了什么味道呀？百香果。你买百香果？这是新买的 Lady M。哦，这个是 Passion Fruit。Passion Fruit，Only Flower。No fruit。我妈一直很想要。在我的后院种 passion fruit， 因为他那边种的不太成功。passion fruit 只有 passion flower， 没有 passion fruit。这个是 signature 那个。pineapple。这是 pineapple。哇，你这次买的很创新啊。那它上面一粒一粒的不会是果粒吧？这个是 pineapple 的，这是他们刚刚推出的吗？怎么还有 pine？ 刚推出的。刚推出的，这是。居然还有 pineapple 的千层，我知道 passion fruit 他们好像之前就有。画哪个先？这个要画大概24个小时。画 passion fruit 吧。OK， 画 passion fruit。两盒 Lady M。你今天去哪里玩啊？我们刚才去公园玩，还有买东西。你明天要去哪里呀？明天去迪士尼玩啊。哦，明天要去迪士尼了。你开心吗？ Yeah. 你之前有没有去过迪士尼啊？ Yes. 你也去过了。哎、yeah. ，你这个裙子上面是什么东西啊？这种。
我是项链的这个珠珠。哦，你裙子是什么时候买的呀？这是衣服store买的。哦，这是你最喜欢的裙子吗？我最喜欢。哦，这个为什么是你最喜欢的裙子啊？Because 你喜欢。Good morning， 刚刚到了这个我们新买的一个放在那个升降桌下面的电脑键盘的 tray， 现在正在安装，来看一下。为什么又买了一个 tray？ 你说一下。站在这儿肩膀位置不对。因为站着的时候打电脑会耸肩，是不是？但是如果再放下一点，又感觉屏幕的位置不是。很对，这边是固定的吗？太高的话就是，按键盘的话要一直耸肩，然后就很容易肩膀酸痛，是不是？对啊。这个东西是跟这个桌子的牌子同一个牌子的，就是 Uplift。这是多少钱来的？一共是200，加税200。这个还挺贵的。还好，因为你买一个固定，就是它只是放在桌面下边固定一个高度的，150-160，这个还可以调，而且比较稳，比较 steady。这是可以调高度的，是吗？这个单独它也可以调高度。这个是下边有这个东西吗？哦，下面是这样子的。The stars, I see everything that led to where we are, and I wouldn't change a thing. Under the moon, all the wishing that we did is coming true. Like I got magic up my sleeve. 完成了，这就是最终结果。这样可以调节。Thank you， 但你还没这么要去买这么贵的牛。Thank you。都是接你给你买的啦。屁，是他买的，不是我买的。还有一个呢，还有两个。那今天我都忘记了，昨天还忘记，还知道自己生日，今天就忘记了。没有你，我也不知道是你的，我可不记得。这个是 passion fruit。这是什么？随便你切，要先切一半。你要不要先给自己唱首歌啊？不要唱。那你怎么没有唱首歌？我把话筒拿来了。把话筒拿来给他唱。拿一点盘子吧。是有 passion fruit 的味道，比平常那种酸一点，有点酸酸甜甜。来看看我买了几件 T 恤，就是这个 PROD， 就我看省钱快报上经常推的，就是随便买的。他们家的 T 恤不知道质量怎么样，价钱倒是挺便宜的，最便宜的好像一件才5块钱，然后其他也有很多现在打折的，只是现在号码不是很全，因为我现在就是
感觉 T 恤可以穿一整年，因为这边天气的关系。很多件哦，因为我要凑够免邮，所以买了几件，挺多件的。之前好像有一阵子他们还做什么一两块的 T 恤的促销，这是什么？这是送的。哦，送了几个口罩，你看买 T 恤还送口罩 KN95 送你一包口罩。这件是我好像大中小号都有买，这件是 medium 的，黄黄的。这件是小的，因为没有大的 extra small， 这件是最小的了。就我喜欢，就是很简单的，感觉还挺厚的，可以。还有几件，就是大同小异啦，差不多都是这样子的。主要都是浅色的，白色，这个是有一点点红，粉红还是莫兰迪红，这个也是黄色的，这个是有点蓝色，蓝绿色，好吧。嗨，我现在在 Costco。今天正好要来补一些 grocery， 然后我们发现上次我们买了一个 Google WiFi 的东西，现在正好打折50%，但是我们上一季不是买了吗？不过 Costco 有个很好的 policy， 是它可以 price match， 所以就算我们是前几周买的，去柜台那里说一下，他又给我们退了50块钱。我本来还不知道他们有这个 policy， 因为上次我爸那边要换地板嘛。然后他们买了很多 Costco 的地板回家，后来用的时候有剩一点就拿来退，结果退的时候他们又给他退了100多块钱，因为退的时候他们那个地板正好在打折，所以这个 policy 也太好了吧。现在他们这边吃点东西，然后进去逛一逛。这个是他们1.5块的汉堡。吃太饱了，卡路里爆表。现在正好来逛一逛消消食。不是双面，它是雾面的，然后可以在上面写字的，我就可以买一个。脑子是个好东西，建议你有啊。我看到了一个我想买的东西。这个就是我想买的一个 OXO 的储物盒，然后看广告单上正好有打折，之前有打过一次折。这个是 nine pieces， 48块钱，原价是60。我觉得 OSO 这个牌子的家居用品很多都还挺好用的。这个也是 OSO 的马桶刷，这是我们已经买过了，现在就是有打折，减5块钱。买过喽，这个大碗还不错哎，因为我们家里确实缺这种很大的碗，可以吃拉面、吃面什么的，打算买一个这个碗。3个大碗，3个底盘是15块钱。嗨，这种 storage box 还在打折，再买一点。上次就买了几个了，
这个 toilet paper 跟 paper towel 我都打折了，赶紧搬一些，一车都已经满了。糖，车子再买一个。这种还挺好的，就是比较厚比较暖，然后屑屑不会很多。它这个正好限购，就是每个人两卷。抽纸也打折，我们的车车有点满了，没想到买了这么多纸。我买个这个给你爬吧。买个啥给我爬？这个。这是猫爬的，不是我爬的。感觉买的也差不多了，再买又要放不下了。看这满满一车的收获。太多了，那我们这期的 vlog 就到这里啦，我现在要回家了，Abby 去迪士尼玩了，过两天他就回来了，记得关注我的频道，下一期还能看到 Abby 哦，拜拜。